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二次函数哈，它通过这一点，那么则必经过下列哪一点？哦 ，A 选项是这个二 ，B 选项的话呢是这个负二，啊 C 选项哈是这个五负二，啊 D 选项呢是等于负二负。好，我们来看呢，这个二次函数哈，它的那个对称的性质。首先，它的对称轴是 y 轴，然后呢，它的那个最低点哦是多少？然后它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就 a 的话，如果呢是大于零的话，是这个样子。那 a 的话，如果小于零的话呢，是这个样子。不过 y 轴是它们的对称轴。然后他现在是说哈，二啊哈，它跟负五哈是在上面，这二的话呢，负五在上面，负五在上面，哦，这是二负五，二负五在上面，哦，那也有可能什么呢？也有可能是这个图形在下面哈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子，哦，这是二，它跟负五，哦，二负五。有可能这种情况，也有可能这种情况，但不论如何哈，它的话哈，这个这个什么呢？二五的话哈，二五的话呢，就跑到上面去了，不会，这个一定不会。那负二，负二五的话哈，负二负二在这里啊，负二五也一定不会。那五哈，这五的话呢？啊，负二五负二也一定不会，哦，就是五了哈，负二嘛，这也一定不会，五负二，这五的话呢，负二应该要更深了，这也一定不会。那负二负五的话，负二负五就会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负二负五哈，它对称的话，对称你的这 y 轴，啊，这个函数图形它是对称你 y 轴，有可能这样子，有可能这样子。它对称于 y 轴，所以你二负五在这里的话，在它上面的话，这个呢负二负五哈，也是在上面的。这如果是二负五的话，这一点呢，就是负二呢负五，也会在上面的。所以呢，答案是这个，这个会在上面。所以这里答案应该要选 D。